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视频，我是 CC。 我是 CC。 嗯，我知道。我是 CC。 你是你说多少遍我你是谁，你烦不烦？你是谁？就你比好多。我们就做开场白，求你了，你是谁？我是著名实况主。哦，谁？没了，没谁。著名实况主，你有几个粉丝？一两万吧，一两万，两三万这样子。瞎鸡巴乱讲。天，你是做什么游戏的？我是做喜爱服。啊，喜爱服和什么？你玩过逆战吗？逆战玩过。垃圾！真正的喜爱服粉丝是不玩逆战。不好意思。那我下次不玩了。你这什么实况主，垃圾！这种实况主还出来丢人，这种技术，这种水平还出来直播，垃圾！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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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我在这里，我刚把那个吓了我自己一跳，刚把管道收了一下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做那个一个能源仓库啊，我感觉我们越来越像石头了，完了，然后我们要做能源仓库，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扩展出来，然后我们挖了很多矿在那个挖矿机里面。我先给观众看一下，你要过来看一下有什么矿。我先帮你扩展吧，扩展哪里啊？扩展下面，那要有木头。哪里下面？就是你看。扩展下面好恶心点，我操！用硅胶啊，你看啊、哦，在这里扩展啊。你看那下面，就我们楼在家的下面还是在哪里？就我们家的下面。行，走了。会吗？我怕你不会，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就吐了已经。我们需要木头是吧？对，需要木头。我们用石头可以吗？你要铁斧吗？我可以给你铁斧。我石头不可以吗？就用石头吧。石头不好看。好看啊。不好看。其实石头搭出来也蛮好看的，原石。但是我喜欢这种。但是对吧？原石和木头接在一起不好看，你可以换其他颜色。你咋那么逼画呢？那不肯定不好看。我把铁斧给你，你怎么不要？我的天，算了，你这次怎么不掉线了？不知道。哎，对啊。对啊，你怎么就上次掉线啊？不对，我不认识你。啊、你是什么东西？什么上次是什么？哦，对，上次能源公司你怎么？对不对？哦，对。这边有树很多。看你过来看，差点就打脸。过来看，你看，那全是石头，你看全是石头。行，扭。我先把有用的拿出。有没有树啊？有没有木头？没有，挖矿机挖不到木头。就拿石头搭吧。石头不好看吗？石头烧成石砖，然后石砖好看。那石砖可以，我觉得。但要烧。但是谁能源仓库是拿石砖的？我们还要卖给别人。算了，就这样吧。还不如拿石头，原石，最好看的。那你还要烧？原石。有什么快速烧的方法吗？原石真难看，不要原石。原石再那用成石砖可不可以？原石不好看，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他砍木头是吧？那些浪费。砍木头很快，就像大平台还需要你就是种一个十乘十的树苗方块，然后你可以把它种十乘十的树苗。对，十乘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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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模。十乘十，你看什么看？那是什么？啊，又是炉石传说对吧？我怎么又开始聊炉石传说了？你瞅啥？哒哒哒哒哒，对不对？哒哒哒哒哒。是你妹大冒险，妮的，我种树了啊，看着啊。法德儿，我们有29个钻石，我才发现，虽然挖矿机没有挖到任何钻石，所以啊，那个徐府在做苦工作的活，我这里就做那个非常厉害高分做的活是吧？就是有脑袋的人做的活，也许你看过石头的视频，然后你发现，所以你这个不对，这个做的不对，你个垃圾，然后但是，对，我可能做的不对，然后我好爽，这种感觉，很烂，直接全没了，对不对？但是没办法，我没有看过石头视频，不是因为我没有，我经常看石头视频，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看，是因为我觉得他视频很无聊。你怎么这样子啊？没有，开玩笑的，我觉得他视频很好看，我最喜欢看他脸了，他做视频的时候，还有他的头像，哎，黑白的头像非常帅，这两天，对。快死了一样，想死，肯定是死了。你干嘛放黑白上去？连我都知道不应该放黑白了，是吧？对，
比利时死了也是黑白的吗？不是，应该不是。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就是大红色。我小学时候，那个就是现在啊、我现在小学生，如果你不知道，小学现在挺可怜。我拿红色字写我自己名字，红色笔写我自己名字，然后班主任生气的不得了，想把我打死一样。为什么？比利时国旗什么什么颜色？红色。比利时国旗是比利时国旗是。比利时国旗红黄黑。黄黑。不是，顺序是什么来着？我自己都不知道顺序是什么。黑黄红，红黄黑黑，黄黄黑红，红黄黑黑黄。黄灰红。哎，我得百度一下，我都不知道顺序是什么。我真是爱国的人，我真厉害。我们可以做两组木头。我们可以做不同的那个。就是发电器，发电器，发电能源。工作台不能继续合成了吗？我觉得工作台应该可以继续合成其他工作台吧，更屌的工作台。不可以，那个是另一个 mod， 我没有，没有那个大熔炉 mod， 就是石头今天呢，大熔炉，搏击搏，那把那个没有，工作台那不是 hexit 吗？对，那是 hexit 里面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是降魂 mod 吗？对，就是降魂 mod， 就是那个东西，啊、叫 tinker construct。我们可以用岩浆来发电，然后我们先做个最基本的。没有炉子。我做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最基本、基本中的基本的，一个发电机怎么样？观众应该很喜欢。行，好的。哇，怎么有两种啊？哦，没关系，我有两个鞋子，你要吗？两个什么？两个鞋子。鞋子？对。你看我上装备啊，哪里需要鞋子啊？那个肯定需要鞋子，哒哒哒哒哒。一个是英瓦合金鞋靴子，英瓦叫英瓦，英文叫合金是什么意思 ？Invar， 我不知道 Invar 是什么，我要百度一下。看这百度。还有个这什么东西啊？这一把剑吗？我设定一下试试。叫英瓦合金。手里还有个炸弹什么意思啊？哦，我的天！我的天！不要不要！我操你妈！还在，后人还在。我一点都不慌，对吧？就比较稳。好生气啊！想杀人了。杀谁比较好呢？我们有银吗？我不觉得我们有银。哦，我们有银，我们还有红石啊！太厉害了！我去那个，我去开始扩建了。要几个几层高？五层高吧，五层高比较好。我在考虑给李涵买个耳机。李涵，他 CC 说考虑给你买个耳机。对，对，对，因为里面太吵了那边。他不要入耳式的。他不要入耳式的，那你要什么式的？头戴式哦。他你要什么式的？头戴式的吗？他六九式的。好的，六九式。所以我知道六九式是什么，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具体什么姿势。他没用过，我没用过。对，他还后入，我操！我知道英文名字，但我不知道中文名字。你看我这什么什么式，我只知道英文名字。就算我知道，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姿势，我只知道名字。对，不怎么会玩你，什么人？啊、哦，好像你会玩一样。我不会，你肯定玩过。哇，完了，我们这个有点太十八禁了，大家都跑去看明叔视频了。这样子的话，明哥，我明哥，明哥视频，啊呀油，啊呀油是什么意思啊？明哥说录视频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啊，明哥，你死了，我都射下去了，我操！你在下面铺吗？因为我已经做好一个发电机，然后被那弓箭手一箭射下去了，我真疯狗一样。弓箭手不是狗。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录视频。我的天，我看一下你铺的怎么样了。我还要做几个线，然后要把这些能源的东西。哦，这挺好的嘛，我喜欢你的主意，这挺聪明的。我不喜欢。对，但这根本不是五格高，这他妈哪是五格高？这他妈是四格高。不，这跳一步顶到你不敢当狭义就可以了。好生气啊！原来是我。我操，他还是我。要我帮你干掉他？要。那我的天，那我要我从后面突袭他了。然后你干掉，来迂回一下，对吧？哎，好了，我去突袭了。我上次没有那个。
弓箭手，弓箭不是弓箭手，弓箭，我们可以做弓箭，狗一样射，弓箭手总是射得很准，我射得很准，我瞄得很准，嗯，咣，那声音，咣，刚刚看到看我出席，他肯定看不到，他肯定看不到我，肯定看不到我，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跟风狗一样，继续再发，还有原木搭了一些平台，有钱真好，我操！游戏偷偷偷偷，等下等下，受死吧！没死，哦，没关系，他掉下去了就好了，掉下去干他。啊，你确定吗？确定。我还要射我一下。小疯狗同归于尽了，他从天空上射我，我的天，我的天，你好，怎么还有箭啊？还是应该是我眼瞎？我给你放，我给你带点火把下来吧。行。我人好吗？不好。是感动的哭了？没有，没有，我讨厌你。唉。我不知道感动的哭是怎么个回事，你谁会感动的哭？你啊，你以前不是看动画片感动的哭了吗？不是看动画片，玩游戏。你知道为什么我总是经常说感动的哭了吗？因为我哥总是嘲讽我，在我娘面前嘲讽我。你看，西南感动的哭了，哈哈哈哈。最终幻想是吧？就是对，最终幻想七，核心危机。玩游戏能玩哭？我他妈那时候小学，掉成这个样子啊！我小学。两年级、三年级、一年级，哦，幼儿园，吃屎的年龄是吧？吃屎的年龄，这谁小时候吃屎？你呀、啊？你为什么总是说吃屎的年龄？难道喝奶是吃屎吗？我、哦、天，如果喝奶喝出来是屎，嘣，还蹦死他？你在干嘛？你在打苦力怕？我的天，好的，我做了个这个，那么石头今天呢？好的，什么东西炸掉了？你再真的拿炸弹再炸别人哦！我先试验一下，这个需要煤炭，它怎么不产生电呢？平台多大？和一楼一样大。一楼一样大是吧？对。那这是负一楼了。它怎么不产生电呢？对，这是负一楼，零下一楼，对不对？啊，还有零下二楼。好像比一楼大了，感觉。怎么会比一楼大？你就按一楼键，你这怎么回事了你？不行不行不行！我的天！哎呦呦，还多出来几块！我的天，我不会了。强迫换点福利。我连最简单的一个发电机都不知道怎么用。菜呀、啊！铺完了，我操！我那么多木头居然铺完了。我们还需要水啊！我是不同意的。不会还需要水吧？水啊，好像是需要水。啊，放外面试一下吧。我准备好了。哟。就这个东西，这么炫、啊。对，我要做，我先做个，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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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撸掉，不要用手撸掉，可能就不见了。用那个撸的是吧？扳手。对，扳手，我要做个扳手出来。我猜的。嗯，然后爱我屌。我厉不厉害？厉害。不厉害，我也可以猜到。如果你让我猜的话，你猜不对。你要让我猜一下，我猜出了扳手，你看我对了。没有，没有骨粉。你可以种那个树苗，对不对？对，然后把它合在一起种，然后就一起敲掉。外面全是怪物，外面全是怪物。用干胶，外面全是怪物，我们杀呗！我操，怕毛啊！我没装甲，我没装甲，你有？我有装甲，我给你看那个什么什么鹰娃。你看你门都没有关全，你什么东西啊你？你什么？你他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你？我下个桶，下面有水吗？我可能要山洞里去实验。好，蓝宝石，你有没有蓝宝石剑啊？我做不了你。可以。我还有个钻石小剑。你这什么箱子啊放的是谁能开得开啊你啊最帅的那谁能开得开啊钻石小剑好的他死了。你给我剑了他死了。我有没有给你啊我有铁剑。但是斗泥丸。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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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哟哎呀哟。你有没有什么剑那个铁剑怂逼。铁剑思密达。长得一块来来来过来你给我滚。哎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滚。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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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滚啊！谁打我？那钻石匕首啊，还是什么？对，钻石小灰刀，钻石 knife。哇，你还有啊？哎，我的天，真厉害！
我的天，希望这个能对。我还有胡萝卜哎。Generate stress on flux using steam. Solid fuels and water can be used to generate steam. Generate according to. 你确定是要煤炭吗？要不然用什么？它红石啊。真假？红石控制配置栏用来设定。那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我放红石试一下。不是放红石，绝对不是放红石，绝对是放煤炭。哦，对对对对对，要把水放进去。哦，我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完了。看好了，那行，不要，那是可以放在家里面也可以的，是吧？啊！你浪叫什么东西啊你？好了，三个放进去了，你有煤炭吗？你有煤炭吗？我来了，放进去肯定能用，不能用我就杀人。煤炭，放进去了，拉杆。哎，好了 ，Steam 出来了 ，Steam 什么东西啊？Steam 就是蒸汽，怪不得了，就蒸汽发电机，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管子把这连出来了，卵子把它连起来是吧？好，这是我们第一个电，好，第一个电，第一个电，那个水快没了，主要一直放水是吧？对，应该有个方法可以把水放进去哦，就是拿漏斗，你确定拿漏斗？肯定不是拿漏斗，然后里面放箱子，然后箱子里面放水，然后就对吧？哦，是吗？我是大神，工业大神。